父亲，今后我也要一同上阵。这个送给你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为了表谢意，请收下这个。真是实力惊人，暂且撤退。一将已经被我击败了，谢谢您的救命之恩，这个送给您。我们已经从黑山贼手中夺回了村子，可以趁势冲向他们的大本营了。爷爷的仇敌吕布在哪里？如果你不坦白，本小姐就打得你起不来。消散吧，敌人的关隘，消失吧，快冲车前进。是麾下的纪灵大人。原来如此，吕布大人就是黑山洞的后盾。胜利在我手中，千古轻扬，冲啊！一鼓作气攻陷敌阵吧，大家跟我来，将敌军一网打尽，就这样攻向黑山中的根据地吧。各位为胜利欢呼吧，此次消散吧，消失吧，别太自负。父亲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好，这里已被我控制住了。如果能攻下要地，就能让形势对我方有利。诸位一鼓作气冲锋陷阵吧。给我上，拿下那个地方。胜利在我手中，黑山军已败，我的威信和袁家的荣誉都更加耀眼了。再次消散。怎么办？我只想寻找战斗。袁术和袁绍都胆小如鼠，接着就是曹操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名为陈公台，是曹操的军师。附近的港口为何如此吵闹？过去看看情况吧。这个港口是本小姐的了，谁也别想使用。上铺吧。你是董白？难道你一直追着父亲来到了这里？让本小姐玩得痛快吧。
吧。不过，绝不会有第二次。港口已被开放，从这里大举进攻敌军吧！各位，为胜利欢呼吧！做得好，我也不能松懈下去了。已经被我击败了。恭喜，做得很好，不过可别太自负了。杜敌至死应该也足够了。那好，伏兵现身，出来占领据点吧。胜利在我手中，不轻饶，我无法接受。想不到还没取得成果就要撤退了，再次消散吧，消失吧。宇宙之石袭击，让我来手刃这群已经叛道的野兽吧。正面迎击吕布军实在太不明智了，这次还是用兵器击败他们吧。此地是防御的要地，要地呀！居然未能阻止吕布的暴行，主公，非常抱歉。胜利在我手中，绝不轻饶。就去压制那个据点吧。凭各位的才能，应该能顺利完成。我要把碍眼的地方全都铲平，都精神点，跟我来。你自取胜负吧。毁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再次消散吧，消失吧。撤，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消失吧。出发！
撤退，一步为加倍奉还。这里是重要的防线，不请自来的客人还是请回吧。你想疯吧。好了，去用剑反带敌人吧。就是此地，弟兄们，加强守卫。胜利在我手中，绝不轻饶。胜利在我手中，绝不轻饶。好，这里已被我控制住了。再次消散吧。真是精彩夺目啊！成功过无的防御，这就是鬼神的武艺啊！水开！胜利在我手中，已经被我击败了，绝不轻饶！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先是的贼寇松懈了。我们遭到了黑山贼的袭击，请帮帮我们。